觉得那个女的今天第一眼看到我，她就屌呀。爸妈对我那么好，我能说不管就不管吗？啊，我留下来，我可以照顾爸爸妈妈，这样到底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就要跟你爸妈在一起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应该要常常约起来。约什么约啊？我刚讲了。走，走去哪？